本作品由畅读书城出品。那么请问陆总，你和你的养女究竟是不是网上说的那种关系？前段时间陆氏突然宣布与沈氏解除婚约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是啊陆总，当时你发布声明的时候并没有阐述原因，是不是真的和陆然然有关？陆沈两家曾经有过一次订婚宴，当时也是突然取消了，连续两次这样，会不会对沈清河太不公平了？如果真的是沈清河说的那样，他也太可怜了。听说陆沈两家在商业上交往密切，而且沈家长期以来依赖陆家的庇护，取消无疑是对沈氏的一个巨大打击啊。你们应该问问沈清河，他曾经做过什么。沈清河，他还做过什么呀？王警官，辛苦了，请。啊，照片里的人是沈清河，看起来年纪很小啊。那个男的，哦，好像是益盛国际的前任总裁，也就是陆安然的生父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当年沈清河作为我好友顾彦勋的学生，数次破坏顾氏夫妇的婚姻未果，于是在外彻夜买醉，醉酒后被欺辱导致怀孕，而他把这一切都归咎在顾夫人身上。顾氏夫妇遇难去世后，他又将目标对准了顾氏遗孤，也就是我的养女陆安然，多次将他置于死地。什么？沈清河竟然喜欢过我的父亲？所以说沈清河接近陆盛庭是为了报复顾夫人的女儿陆安然？太毁三观了，小三破坏别人的婚姻不成，竟然还要害人。怪不得陆氏要解除婚约，谁愿意跟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结婚呢？陆盛庭，你竟然这么对我。沈小姐，请问刚刚陆总所说属实吗？沈小姐，你是否有插足他人婚姻的嫌疑？你和陆氏的婚约是基于报复吗？你有没有做过伤害陆安然的事情啊？你和已过世的医生总裁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没有做过，是他在撒谎，明明是他对不起我。你们有证据吗？就凭几张不知道从哪儿搜罗的照片和他的一面之词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胡说八道？秦玉。是。这不可能，他们怎么会找得到？那个巷子里的摄像头明明是坏的。啊，那不是沈清河吗？那个箱子里是……这是什么情况？不会是杀人藏尸现场吧？这是订婚宴那天我喝醉了酒，然后难道这件事情也是他做的？啊，是陆安然，箱子里的人是陆安然。沈清河这是要做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一个喝醉的女人和三个男人，想想都知道沈清河要干什么。那天陆安然小姐无故失踪，后来我们才查到有人将醉酒后的陆小姐拖到了巷子里，并且买通了几个小混混准备伤害她。原本这里的摄像头已经损坏，但我们找到了高端技术团队进行了修复，这才找出了真凶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原来陆盛庭早就查到了，这么做那他为什么？这下丑大了。要不是陆总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设计这一切的人就是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人，陆总的前未婚妻沈清河。竟然是你，沈清河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沈小姐这么做当然是事出有因，对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当年沈小姐再一次被顾先生拒绝之后，于深夜街头买醉，遇到了一群歹人之后意外怀孕，不得不进行堕胎手术。不，
哎，沈小姐，现在陆总已经拿出了关键性的证据，你是否承认这些事啊？沈小姐，这些证据是真的吗？是，是我做的又怎么样？陆延勋亲手毁了我的爱情，毁了我的人生，我好不容易走出来，他的女儿又要来破坏我的婚姻，我凭什么要忍？明明是你插足我父母的婚姻，明明是你自甘堕落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？你当年被人欺辱，所以你也想找人来欺负我，对不对？沈清河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安然，冷静一点。陆安然，你激动个什么劲儿？你最后还不是好好的被陆胜廷护着吗？他可不舍得你受一丁半点的伤。你以为你就比我干净吗？我是怀过孕堕过胎，那你呢？你跟陆胜廷做的那些龌龊事，要不要我帮你？沈清河，你这次又想拿什么威胁我？你就这么护着他吗？那我呢？是谁在这里污蔑我的女朋友？哼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何雪安，该来的还是要来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这么多人看着，你想反悔也晚了。安然和他到底是什么时候？何总，你刚才的意思是陆小姐是你的女朋友吗？你这是公开承认恋情了？为什么陆总看起来不知情的样子？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安然啊，你不打算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吗？尤其是你的养父。